这得跑，先知，佣兵，这会儿先知了。断掉Nice， 这个震慑给的好，级二级技能。派你佣兵了。那这波他救人没救到的话，应该是崩了呀。接下来打稳一点。还有一台。好大的胆子！OK， 赢了。佣兵起不来，祭师这边应该是没治愈，把他挂了，等祭师起来就行了。好了，等就行了。今天玩一局莫名的慢啊，我的天，我半小时就玩了一局，那岂不是2个小时只能打4局？